Audio Jungle.现在你所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学校济宁学院。济宁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设立的一所省属全日制普通本科高等学校，办学溯源于1951年，前身为济宁师范专科学校，校园坐落在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、教育家、至圣先师孔子故里，儒家文化的发源地，世界历史文化名城曲阜，环境优美，儒风浓郁，承先贤之志，取俊杰之长，受八方之佑，开新锐之风。接下来我们将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济宁学院，走进每个院系，去欣赏校园的美景。走到了我们的教学区呢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计算机科学系。计算机科学系是学校人数较多的系别之一，教学楼有 ABC 三座，现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本科专业6个，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3个，计算机网络技术专科专业2个。计算机科学系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，形成了团结、奋进、求实、创新的团队精神。学者伟人的雕像，如地质学家李四光、数学家祖冲之、科学家霍金、发明家爱迪生等。希望学校中也可以出现像伟人们一样的人才，为国家的现代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。标志性的建筑孔子讲学雕像了。大家知道，孔子作为中国著名的大思想家、大教育家、政治家，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，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，不仅对中国、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。作为坐落在孔子故乡的济宁学院，更应该极力颂扬儒家学说，这座雕像便是孔子讲学时的场景。道亮丽的风景线，在这里外国语系、文化传播系、经济管理学因为都是文科，所以女生很多，是很多单身男同学的梦想之地，也是许多情侣的必经之地。在考场上呢，往往伴随着的是运动员们挥汗如雨的一个场景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身后呢
是一群足球爱好者们正在体会着足球所带给他们的魅力。宽阔美丽的西操场是同学们体育锻炼的平台，在这里健全的体育设施满足了同学们的一切运动需求。运动会、篮球赛、足球赛、排球赛，同学们在这片草坪上尽情挥洒着汗水。我们大家知道，孔子不仅注重学术方面，也很注重艺术方面。好了，夜幕已经降临了，我们的拍摄呢也已经告一段落了。如果您有什么希望想和我们进行